一键启动，挤奶油就可以了。下一个操作都是一样的啊，从中间开始挤。认真的挤奶油就可以，中间不需要再去调节速度。就差一点点。挤好奶油以后，整理一下多余的奶油，刮掉。好，调节蛋糕坯子这个角度，转一下横刀这小轮儿，轻轻的往下压。蛋糕渣它会有痕迹，再刮掉。好，离开。咱们收边的时候啊，这个刀看一下啊，用这个刀的这个位置，这个山脚这个尖这个位置，贴到蛋糕坯跟转盘贴紧。哎，这样式呢，它就有一个分离，是吧？咱们一会儿移蛋糕的时候呢，就不会破坏整体效果。再给我拿个蛋糕盒底儿。随机都会赠送两把直角抹刀，都会赠送两把直角抹刀，用途呢就是用它来端蛋糕，收边都非常好用。哎，两个刀抬起来。